臭弟弟，你在玩火。我是律师。那我只好知法犯法了。姐，我来蹭个饭。快起来。哎，继续啊。哦，好啊。这么热的天，你让我做饭，点个外卖不行吗？你别说了，外卖我都饿死了。行，不想做是吧？分手，分手就分手。你就做个饭嘛。好啊。你看看我弟弟多懂事，你看看你。你这人怎么这样？你弟来就给你做饭的。那你为什么不做饭？就下来做的。平时会体不耐，只能做螺蛳拌面就完事了，还不香啊？哎，这个酸笋的臭配上木耳丝的爽口，再加上油炸腐皮的脆，绝了。你说说这垃圾，你都忘了多少回了？天天的就让我丢，你就不能丢一回吗？我一个女孩子，你让我自己去扔？你这是什么歪理啊？女孩子怎么就……你说谁不讲理？女孩子怎么就丢垃圾吗？我去！啊啊！谢谢。来，嗯，拉面好香，还是弟弟好用。来啊，快尝尝。来，我要这个。啥呀、啊？咦、嗯，祝您和你的室友关系更进一步哦！这对我室友关系就完了？怎么了？啊？需要帮忙吗？没事，我在打蟑螂。蟑螂？我进来了。你在哪呢？啊？哪呢？啊？千万不能被他发现。闭上眼睛，别动。啊？这么快吗？我外面还炖着汤，别糊了。别动，我来。搞什么这么神秘？没想到姐姐房间这么乱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抹布。哦，那这个是什么呀？是要更进一步吗？我吃醋？不可能。为什么我的男朋友从来都不吃醋呢？我出去一下，参加前男友的婚礼。好。前男友？我吃醋？不可能。快去吧，别迟到了。去就去呗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但我穿得这么好看。跑那么快，就那么着急去吗？不是大度吗？喊什么喊？你没走？骗你的，臭弟弟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是不是？我不喜欢你叫我弟弟。我本来就比你大。你应该叫老公。